再见，外丑鸾。阮静玉，一年一换，咱做伙回去。唔免啦，你先回去就好啊。我想要搁伫咧遮坐一睏啊，好好回想一下咱细汉的美好时光。我刚不是跟你讲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从我来家要创啥？要跟我顶腰？你甲林子倩伫个家安那过两度春宵？你就是存心要折磨我，看我痛苦唔？你莫了解啊！你若是讲你即马点啊急无辜，无理取闹。我阁真阿演，演一个红腮翻白，受尽委屈的正宫，我都甲你信到。你是不是应该甲我解释一下？是安怎你仙人跳我甲子倩？何家公，你是有病哦？你之前咧好声好水，伫咧安慰我，叫我莫为着迄件代志咧伤心。所以我逼我家己，就要放下，要原谅你，接受这个事实。不过即马咧，你却洗翻头来，对我歹欠欠的质问我。哪里做咧？你偷偷去买药啊？你下药啊？我和子倩发生关系。你时间算了准准准，像我妈甲子安来同我哩啊！煞，你演一个彻底伤心的正剧，伤心走出去，挑工和子倩溜出去，啊，过来，挑工伫楼底遐跋落来，甲所有责任全部推予子倩。最后呢，林静言顺跟我离婚，去追求你家己的幸福。现在事都已经走到这，那安尼我嘛不需要去跟你演了。对啦，你拄则讲的拢对。想怎啊？想怎你要安尼做啊？我之前要你改温柔，迄拢是真实的。是要怎解释，才袂让罗家峰的一百岁小姨甲小姨辛苦点？你讲啊！你既然敢已经伫我面头前承认啊，敢甲我献牌，你阁有啥物唔敢讲的？我问你，你甲罗文耀到底啥物关系？以前早有熟识啊，还是恁两个人有啥物袂见钱的秘密？恁两个毋但是去偷来暗去，甚至恁两个人已经拢困在我遐中。遐呢又真正有够离谱！刷来你是不是要摇？我把肚内底一个，是你也是文瑶的，就是伊，不是文瑶的囡仔。所以你才会跳江，为楼梯爬落来。你想尽办法，想要把这个会去阻碍你甲文瑶发展的囡仔，想要甲捞掉。吴静玉，你真袂见笑的。你敢不知伊是我小弟？你来才做这种代志啊？袂见笑。我甲伊千千百百。连共一间蒙床都毋捌做伙困过，你甲罗云老两个人到底是啥物关系？对啊，我甲文瑶自细汉就熟识啊，我是伫个育幼院做伙大汉，伊是我的初恋。那毋过后来我就甲伊失去联络啊。像知影我甲拄着的时阵，竟然是伫个恁老家，真紧我就发现伊拢无改变。甲过去同款，正直、勇敢、佮善良，这拢是你无的哦。苏玲姐开始偷来暗器了。我的婚姻这么无聊，我嘛想讲，
看卖是毋是会当找到一挂刺激啊？不过真可惜啦，伊就对我无兴趣啊，所以就只是我单方面在咧介意。也不过哦，伊真正是最要紧你切大兄的。以前我是伊的大嫂，是你的太太，所以一定要跟我保持距离。嘛是因为伊这么受阮的态度，我搁较想要得到伊。那你想怎都是要看你个情，不是讲好要保持距离？想怎输掉几个机密？因为我发现，我为着要跟你离婚，失去你跟林志谦，所以唔才约我出面要讲好情事。你可劝我，叫我至少要看在宝宝的份上，好好珍惜我这么不简单才得到幸福。而且伊嘛希望我会当对伊彻底死心，改放袂记。啊，那迄个 kiss， 只不过是我答应伊，会当作我对伊所有的念想，一个告别之吻尔。从今以后，我两个就各人行各人的，山无高，水无流。听起来，你重情重义的哈。讲到迄个爱袂着的初恋，你的目屎怎啊就要流来呢？哪里难的？当初咱交往的金手指，还佫金唔细的，还剩啥？算是我要得到荣华富贵的一个踏板尔。坦白讲，我嘛爱真多谢你，嫁乎你了后这一年外来。我逐天山顶海里，唔免过着迄款老情欲的生活。既然你能成功做了太太，想怎嘛继续享受这荣华富贵啊？因为是你逼我的啊，因为我演戏演到足忝的啊，我无想要搁演啊。家峰。真正是一个足大的负担嘞，一开始我逼我爱去爱着你，但过后来我发现我真正做袂到。你是我的恩宠，你为无底深坑把我救起来，你哪会让变怪你啊？帮咱互相左右。所以，其实就开始，你对我一点点都不。歹势啦，谁会去对一个有躁郁症，啊，卡袂着规工，就干那想要起笑起面啊，担心嘛。参照这款撒狗血剧情，就连言情小说来的教育，你莫欠天真好不？参照你这款人，在我的眼里，只不过是一块。我一定要夹到水里底，不依怕你啊！
装的安尼啊！你明明都无爱我，想要加个爱我安尼啊？你真正是把我讲到当大呆啊！我咧骗人弄死啊！闪走你安尼，闪走！就把我带来电视好啊！为着今卖我，嘛已经无我落去意义啊！若真正搁要用时间重新整理我的脚步，不如你让我送我一点，安尼我嘛较心舒啦。小子，我无多。想怎无都对伊遐动手，我都已经伤害你到安尼啊！你也是要帮我说？所以你同款也是迄个，拄到爱情就变无路的，冷静的人对无？不怪我无多去爱着你啊！我就是要讲，你敢知影？我甲你生活，袂算那是住伫地下咁款。逐天的收入，我感觉真正足折磨的。也毋过，我也是带念伫个过去这一年外，你予我遐尼济资源。我做鬼太太，所以我才会用尽心思设计你跟林子倩，就是希望讲会当让你无痛欢喜，唔免阁遭受一遍爱情的反背。安怎？我对你真正是有情有义。你给我点气！你给我点气！点气！小雨。最后我还是选择先行一步啊！你一定会保重，就算讲我做鬼，也一定守护你。等后世人才阁见面。你想要离婚是？是啊。我想要对一段受亲切无爱婚姻当中解脱的，你应该无？咱两个人离婚，解脱的，甲咱彼此也袂爽快。你想要讲啥？你俩准讲。由于墓地深刻把我摇起来，现在雄雄把我偷偷回去了，你就可以全身退出去追求你理想中的天堂。你到底是想要跟我讲啥？既然你感觉跟我做伙袂输跟咱伫个地下生活同款，那呢，你就乖乖留伫我家，只要你阁活咧，阁有一口气，我也是甘愿甲你手牵条条，放。咱两个做伙留伫地下内面，继续受罪。老婆，叫人幸福 ，Happy life forever and ever。